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好吧，黄忠武玩太多了，我怕你们看腻了，我们就亚罗，你还是黄忠吧，啊、好吧，大家对比一下，黄忠是真的强，谁用谁知道，上分我选黄忠，传说，对吧？稍微有点压力，好吧，但问题不大。第二技能上去直接跟那个伽罗拼，往这边走，宰克雷，然后你走到线上的时候，他会炸一下，给你一个盾，如果他要跟你对点，你就跟他点。这不对吧？看到没？好吧，你又炸他一下，跟他点。Nope。到位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他运气比我好一点。我这个被动叠到五层，按理说我的暴击比他高20%，但是他暴击嘎嘎爆啊，无话可说。再轮到我的回合了吧？那一旦逆风还是要沉住气啊，兄弟们，就刷钱就行了。有点麻。你是真该死啊你！1-16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已经要炸了？我告诉你，没有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真的太逊了，炸了，当场炸裂，赢不了，没法玩。9分钟直接基地爆炸，惊人的2.9，懂了，玩家罗，有道理。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